品质的损伤。而且有传言，这件代志的鼻孔成为昨动用100以后的一张手术纸包，差一点啊害死手术患者。大家才发现，机器根本不是假扮的，这是恁黑市人为操作吗？等等，伊安尼根本是用过人命吧？所以等等，敢是生意早起袂起来啊？麻烦恁出来说明一下好无？这个代志，黑市集团不是受害者。我已甲相关证据交检方，请大家卖做无影无只不实推论。无唔对，这个代志当天调查。我相信苏怀一定有一个公道，领导辛苦。快点！小雨是安怎伫咧地检署？敢是检方已经提出要搜查开始动作？我这是黑市的负责人，是安怎？即马什么状况？我完全都唔知道，即马什么情形啊？小雨都决定，伊要去地检署主动说明啦。啊，伊的目的就是想讲要维护咱黑市的商誉啊。啊，伊都要主动，甲前手这段时间甲机器厂商遐的往来，要全部当作证据交予检方啦。伊就是希望讲会当赶伫个咱去安普罗告的消息去予媒体报出来进前，赶紧做一个停损，伊嘛是为着咱黑市好啦。我敢有叫伊安尼做？这件代志我不出来，我敢有叫伊去面对遐炮火？伊即马安尼啥？按什么担罪哦？啊，无伊甲检察官说明，说明啥？我怪千手千眼，到即马无来便宜看我。无几步就是惊我发现啦！干爹，你先别这样生气啦。小雨安尼做一定有伊的理由的，你要相信伊。小雨家己想家己对，伊坚持安尼做，你竟然真正有在伊起步？今麦所有的媒体啊，拢在注意，上盖个损伤的，都是伊的名声。就算讲今仔日要维护黑市的名誉啊，爱出来动枪这个人嘛是我呢。啥囡仔？今麦啥啦？大猪大义，当作我死来哦？还是安那？我赶快看一眼来。干爹，别个替小雨辩解。丽萍，你也陪伊请假，我要出去了解状况。我绝对不可能我后生打这条。啊，不过你也是，你唔去，我甲你请。哎呦！OK。爸，不管你们在骂我跑，我拢不要紧。啊！我你本来眼睛的，走去公司，我就是今日身体袂堪的，我才安尼做。我的身体是不是会堪的，我家己真清楚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走来我的头前，家己走来这做炮灰。这代志我了错，你是我的后生，你安尼打，你我心内敢袂疼？哎呦，你实在是！啊，明明对阮也着足唔甘的，那要安怎个结啦？踮一个囡仔，伊才是大主大，走来替我打出，忧伤随真明显，伊就是针对我来，我家己着去应付呀。一个查某人尔，即嘛是安那？你当作我无在条，我真无路用心。有啦，你足有担当的，阮大家拢知影啊。重点，这个囡仔唔知啊。肯定把我该当阿承担的责任，手去担。你有想过你安尼做？你有想到草叶巴肚内面的囡仔无？你的责任你莫扛。我当然会扛。但我爸，你嘛是我的责任啊。无你闹我，伊只是照顾我。啊不过你有悔啊？你
你辛苦一世人啊！就让我来照顾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些，好啦好啦，无你嘛带念这几个囡仔，阿红问话问话，早上的早上，因规暗拢无困呢，莫阁改骂啦吼。没事啦，我看咱先入去再去讲。林胜霞，最后机会，我叫林胜霞。我靠，你应该改做黑心集团啦！对啊，黑心集团啊！黑心集团，各位各位，我是黑心集团负责人。大家有什么想要讲的，还有什么要求，啊，你们公司慢慢讲好不好？讲，一支长长啦，今仔日哦，无可能让恁照相。等等，无恁即摆到底是咩啦？敢是有香水叫恁来乱呢？无事，香叫阮来啦。一百一号的新闻量遐尔大，又搁较大声哦，是恁先引进盗版 AI 机械手臂呢，搁想要用来做卖点，看阮这边。未来成立预售屋，你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呐！诈骗集团，诈骗集团，诈骗集团，诈骗集团！大伟，可能是未来成预售屋的消费者，跟有小水不管的。阿姨，金玉，警察马上去，再告诉我。这个公三话，因针对黑市，我哪可能帮你家一人去担啦？哎呦，什么时阵啊？你嘛得要听人讲的，行啦。阿姨，乖，啥紧？黑心集团到手就完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看，你未来什么样的东西？我在为害死你没生的。各位，各位，大家放心，我来处理，好不好？处理啥啦？没处理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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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你进来了，快点走了！为何我讲？没处理，处理啥？我打你！处理啥？快给我打你！处理啥？你是要耍的呀？你听无人话哦？拄仔就跟你讲啊，我来负责到底啊！你还搁咧等，这等什么意思啦？送的代志搁这么红声，谁是谁？对啦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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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伊坐伊个人，阁真够差个样呢。啥拢有话通我讲，读场面啊，愈不愈乱啦。我就讲，我一定使命必达。你嘛有影，甲恁老爸心态俩准准的，知影安怎使弄，才会气噗噗。莫怪人咧讲一滴鱼。未肯的一杯三瓣牛啊，香香走出来用香水，这只三瓣，甲水拢不甲流去啊！我拄好趁这个机会，杯水六个，在中出卡酒，不单价，甚至啊，弄到恁爸仔小家，那是心不低，贵不高。有代志参详，请江总裁来阮家坐一下。我有阁有代志要处理啊，这就拿予你啊。山内安怎？你再来甲报告啊。是，无问题。你不要起身！
哪会啊？我杀人哎！杀人啊！杀人啊！骂死人啊！骂死人啊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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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啊！安尼，敢会叫人发现？迄个人是我安排的，还是倒来病院看卖好啊？医生，我的后生状况安怎？歹势啦，伊有病人哦，读个弄掉，伤过严重个啦。经过阮急救了后阵哦，嘛是无救起来，已经过身去了。伊只是替阮这受害者争取权利，就安尼，互伊害死啊！你这杀人凶手！你还不如好心的性命，你还不如好心的性命。医生，我讲的好不好？莫你杀人杀去啦！医生这不是故意啦！我这不管遐济嘞，伊就是将人害死啊，害人赔命，我一定甲伊告个死啊！喂喂，好心的性命来！阿玲姐，拜托，拜托。阿文尧先生，阮拄则一定收到民众的报案。讲你蓄意伤人，麻烦你啊，交代分局一撮配合调查。陈先生，请。小姐，警察先生，我要伊真正是不故意，不是超故意的，你一定要予伊清白。就是啊，啊，若无我拜托你，至少等到阮的律师来才去讲好不好？真歹势啊，我嘛是依靠办事尔。杨队长，我后生伊是为着要保护我，伊不得已才出手来杀的。伊根本没什么蓄意伤人，伊是自我防卫。啊，若讲到刑法，因这的人啊，包括因翁啊，拄则拢对阮起脚动手，应该嘛抓起来啊。所以，杨队长，马，即马这的人全部抓起来，啊，若无甲我好势放过。陈董的啊，请你唔通妨碍阮啊执行公务啊。啊，若无后果啊，我相信你应该真清楚啊。把人抓走。文瑶，少爷，爸，你别烦恼，我哩真紧回来。干嘛好心把鬼？刘星，来搞电话，老师，我让你们打你了，莫激动啊！我好心让我哭去，我老哥来莫激动，给什么罪？我来救我老师。小雨，侬是爸害的，爸真的对不起你。爸，那是不要紧的，那我算对不起谁啦？爸，一度当完就算，今次被他受给动，还对抗吃不好。我真勇，你放心嘛。我个代志发生的经过，详细讲杨队长知影。加上公司今日协调外宾，我相信应该当证明我无小意小人的动机。